然后塞车的时候，捷运真的是最好的工具，对，没错，而且比搭建设更快，因为只要等红绿灯，那捷运不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捷运的确在大家生活当中是非常贴近的。那跟白安的音乐也是一样，你也常常的把自己的生活放在音乐当中，或用自己说话的方式，想要表达的方式告诉大家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其实我想问的是。4年做一张专辑，跟44天做一张作品，到底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在于就是不会想太多，因为当一张专辑就是在44天写的时候，就会比较，你会更相信自己的直觉，对。所以如果给你太多时间，你有的时候反而会觉得，哎，这个也想做，那个也想做，对，就会想要做太多其他的事情。但44天给你，反而你就可以一次的把所有东西专注在这件上面。对。好，所以呢，44天这个作品很棒，除了音乐很棒之外，我觉得看你的影像 MV 的部分也一直是一个享受。这一次好像也跟韩国的摄影团队做了一个搭配，感觉很棒。对，无爱无爱那首歌也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蛮好看的，很漂亮，对，就是很有感觉的 MV。对呀、啊，那今天其实听了你唱这么多歌，然后你刚刚也讲，希望下次可以赶快再跟大家。其实就在明天我会在思思南村上了3点，然后明天的演出也会跟今天很不一样，所有的编制，所以欢迎大家明天来看我。好。男生见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，恭喜你的新作品44天，谢谢，舍不得是不是？不到24小时你们就见面了，这样还舍不得？好，那就明天。